们今天来到了板桥车站京北耶诞城，我们要来看看到底有多少人。对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只是板桥车站的前面边缘的地方。对，就是人还好的地方。这里有非常多适合拍照的设施，有尴尬的女友，来个60的男友，还有辛苦的男友。哇塞，有没有看到飞机啊？哎，我记得这里是另外一个完美必备的景点。看，你也可以偷偷的看到很多在拍美照的人。其实这边的环境都还蛮暗的，如果你真的想要拍美照的话，你可能就是要去像旁边这个大亮灯的。如果是有少少的像这样子的灯，就不是肉眼看起来是这样，但因为手机这个画质拍起来不太好。你们就好好享受那个恩爱的散步的时光吧，除非你男友有一个很强大的摄影器材，那就是交一个有强大摄影器材的男友吧。大家如果觉得逛了无聊了，这边有秀泰影城，你可以去看电影，重点是旁边还有旅馆哦，逛累了可以去休息哦。这个方向大家逛累可以去休息哦。跟大家推荐一个很好拍照的点，地宝百货的二楼，连接成品的天桥。来，我们遇到的有带超大颗灯的专业摄影团队，大家来看到底会拍出什么？角落场。对对对。来，你们看，连接这个板桥火车站跟公车站的这个天桥，有超多摄影大哥在这边架脚架来拍照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他们到底都在拍些什么。来，人就只有人，满满的都是人。我看到除了人还是人，我没有看到什么，就是人。满满的人，这边就是像 IG 打卡最多的地方。满满的都是人，板桥区满出来，人真有够多。非常建议大家就是平日的时候再来。哦，这边好胖哦，脸好胖，先挡一下。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就是人满为患，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平常日下班的时候来。今天是礼拜三，礼拜三，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人很多。失败，我们想说平常日人比较少，不好意思。